香港资深演员苏杏璇曾在各大经典剧集中饰演妈妈的角色，塑造了不少成功人物。6月12日因病去世，7月1日苏杏璇出殡火化，儿子许峰林手捧遗照，满脸哀容，上车后闭上眼睛默哀，看来心绪还未稳定。穿着黑袍的苏杏璇老公许成彪心情平静了不少，现场指挥众亲友上车送亡妻最后一程。曾在2年前与苏杏璇合作《夺命金》的导演杜琪峰，早前在宣传影片时表示，自己回港会第一时间祭拜璇姐，不过今日却并未见到杜琪峰的身影。